我把爱人的笑容雕成观音的脸庞，只要闭上眼睛就会浮在心头。我把爱人的叮咛藏在神经的海螺中，每当微风吹过就会想起遥远的祝福，每当阴雨飘落仿佛看不到红尘的丝绸。笑容雕成观音的脸庞，只要闭上眼睛就会浮在心头。杨法医，今嘛只有你哦，才发到救我的命啦！什么代志？遐尼大声，一个死人嘛，你吵啥起来？歹势，歹势，歹势哈！杨法医，代志是安尼啦，人我迄个特工队吼，署长已经准安尼，啊，不过我的手边也无啥物案件，我一挂队员哦，食饱营养，待咧拍棒啊啦，啊，我唔才去想到你，你嘛去找一挂咧较灵异的无头公案给我咧。哦，无头公案是真多啦。有影有影。灵异的物件嘛是真多的。啊，你好，好，好，好。在外面呢。啊。你家己找看麦。杨法医，你慢慢喊你阿无情个无？大家嘛知影讲你这杨青天哦，德高望重，断案如神呢。哦，啊，这阴阳两道哪有啥物委屈哦？拢来找你伸冤。啊，你两个阿分我，咪在挂你的吧，对不？咱赶快拢在为民服务的啊，哈。我是替重大案件在监视啦，我哪有什么案头要给你？哎呦，骗笑的，你若唔得太啦，讲一句话就好啊。你也少坐咧啦，我来隔壁变化麦，看有啥物资料。你要闹跑？我有他心通。你即摆咧嫌我啰嗦，你要用尿遁？隔壁刚变数尔，你就是我唔知哦。讲到哪有影咧现资料？这两个尸体拄拄我车来，你嘛会使顺线甲问看卖，看有啥物委屈无？我是来找朋友尔啦，你免遐尼啊客气，搁爬起来跟我打招呼啊。你是不是有什么冤屈？你要叫我替你办案，伸冤情？
我会。你叫什么名哈？杨法医，拄好把我惊死，你知道？迄冰柜内面哦，走一个查某鬼出来，叫我去替伊伸冤的。哪有啊？迄冰柜是新买的，还未开始用的啊。哎呀，杨法医，啊，你既然要尿遁，无你嘛放一个较久的。你看啦，我煞袂赴问迄个查某鬼叫什么名，啊，我是要哪替伊办案伸冤呐？一比三，一六，什么意思？16号发生的悬案，316专案，所有跟316有关系的档案，我通通找来。摄影，台湾禁止跳钢管舞的，这么好看，拍两张没关系哈。你要再拍，我请你出去啊！我把你抓回去，你就躲在棉被里面偷笑，不让我拍照。我请你喝杯酒啊！不用了，我不要付钱的。这边怎么也有魔鬼的味道？小姐，你嘛唔通把我带来到这，你要看我病到要死的哦。比这个是这个哦，我查看看。余自生杀妻诈领保险金案，由于该案查无证据，无法证明嫌犯余自生有杀妻之嫌疑，检察官判定不起诉结案。本局仍怀疑该案不单纯，拟请刑局继续侦查，编号悬自316。这些官僚都已经编成悬案了，还会查吗？真是的。小姐，你免哭了，我一定会替你想办法啦，哈。来个两个，啊！你是搁咧比啥？
干公，你也是余志生的某？谁去世了？李委员这个特别队啊，好像灵异味道太重了，出去调队员都没有人愿意来耶，他在生气。你跑哪里去了？就因为我们这个特别队目前没有办公室、没有任务，你就到处溜达、到处度假去了？报告长官，我去布线。外面那个花花世界是个罪恶的冤手，我要深入的了解犯罪的人的心态。我在做功课。不必做了，案子我已经有了。可是，就你们这几个鸟人，破得了案吗？小朋友，这次警察办公室你来干什么？出去，出去！我是来报道的。你是来报道的？长官，我叫陈立威。你是三分局警备队派来的，毕业还没一年，太好了，他们都把你这种菜鸟往我这里塞。你有什么特长啊？打球、溜冰、泡马子。长官在问话，不要没大没小。汪凤，我跟你讲，我们这个队就有太多人喜欢拍马屁，所以人家才不愿意来。统统给我站好。陈立威，我在问你话。你有什么特长？我是大智大慧小神童。我啊，大智大慧小神童。我从8岁开始就在园林开冰箱馆，替别人算命，招牌上是这样写的。你8岁懂个屁呀！我爸说我是太白星君，旁边那条牛投胎的，所以很多人找我算命，找我要名牌。小神童。那我请问你，你是怎么算的？我只要在房间跑来跑去玩玩具，跨野狼丢一三变白啊。好，很好，小陈童，欢迎你的加入啊！请多指教，请多指教。我会的。好了好了，我有重大的案子，大家过来商量看怎么破案吧。这个人叫余自生，结过2次婚。每一个婚姻呢都没有超过1年半，老婆离开他的原因都是死于意外，一定都有领取保险金了。10个已经够夸张了，还连死2个，警察都是饭桶哦。喂，你在骂自己啊？大老婆死于车祸，二老婆死于失足溺水，案发当时他都可以举出一大堆的不在场证明，可能有同伙帮他谋杀，然后再诈领保险金。他现在又结婚了，刚娶了3个老婆，才4个月。所以我们是在跟时间赛跑，因为我们必须要在他还没有对第3个老婆下毒手之前，要先逮住他。哎，你刚刚怎么没有过去看档案照片啊？因为你没叫我啊。这个人好毒。我们必须要找一个人跟他接近，做他的朋友，最好是什么凯子或者凯子娘之类的，因为他爱钱，这样他才会上钩。你们谁去啊？我去。你呀、啊，下次。啊？我？你们有没有搞错啊？哪有元帅亲自出马的？那也得看元帅有几个兵喽。对啊。这里面你看起来最有钱，我最撑头是吗？这我同意。啊，看到恁家2公对完了，我看啊，也是我这元帅亲自出马了。那个余自生啊，已经在里面堵了。待会你跟他不同桌，可是啊，还是可以眉来眼去。哎，
我待会要是赌输了怎么办？署长他绝对不会认这个账的。你放心，跟你同桌的都是自己人，你输多少都没关系，反正大家就是要把你拱成一个有钱的寡妇啊。嗯，还不错，办事的能力还不错。哎，等一下那桶子怎么推呀？啊？我从来没有赌过。一个人两张牌，加起来谁的点数大呢？谁就赢。赌神你总看过吧？赌神？啊，那我没问题。是出。啊，大饼，你高兴，我赢。十点是马扎。马扎？最小的。哦、我跟你滚生笑的啦！啊，那钱摕去啊！你真幽默。哎，我无钱啊。再拿100万。啊，反正李小姐太有钱了，房子就有十几栋，输一点给我们也是应该的嘛，哈。哎呦，看你那个尖酸刻薄的样子，这叫哪搞嘞？我要输嘛，不爱输乎你。嗯，上无哦，嘛才参像这个安尼。哎，反正吼我是会输的哦，你若会赢，尽量赢哈，钱真多嘞。来，进来。我就是要赢你的。来，进来。下，下好你手。来。哦，下这么大，来啊，通杀！来，我若无变只绝招，恁看吼，恁拢唔知我厉害呢，哈！啊，多少点？哇，李小姐要做广告，大赠送哦！哈哈哈！谢谢。一个，一枚哦，等你回来发钱哦。哎呀，水来了，你听啥？证券公司的王小姐问你说，莱德联电的股票要不要先跑一趟？现在在涨停板，出脱的话可以赚400多万。哎呀，哎，400几万是咧算啥啦？我即马手气无好吼，输钱我心情无好，买卖袂见卖啦，安听无？王小姐不好意思，我吼就是这个个性啦。手气怎么样？无好啊，啊，不过你放心。我吼会登手气，哼，这财神到手气来，当拜当拜我手气来。我现在是大赢家，我把我手气分一点给你吧。哎，哎，哎，多谢多谢哈，我若赢吼，只好你吃红。嗯，来来来，我有手气哦，进来。来，赶快下。嗯，我这套一定会赢哈。下好你手，通杀，来出。哦，一帮队，哈，我手气在转啊！来来来来，我一定赢，今天来。哇，一队这么大，拍谁？我酒桶队，尖嘴猴腮的人还是要赢你。看我回去怎么收拾你！哎，钱给我拿来。徐美婵、蔡小娟，恁两位冤魂，我已经知影恁的委屈了。您放心，阮这个特别队已经开始对余志生进行调查。恁哦，会用暗中帮助阮，互阮早日破案，通我还恁一个公道嘞。哎，你们不去拜拜，在那干嘛？报告长官，我们在研究档案照片。哟，太阳从西边出来了。去查查看余自生的老婆是谁，是什么职业。然后我们再来研究看看，要不要走他太太那一条路。是。继续吧。超烂，狗血，啊，喷鼻血。这好看是好看，可是你是警察，
怎么可以去这种地方？就是因为我们是警察，我们才要深入罪恶，才能了解罪恶，进而打击罪恶，对不对？要是我就当场逮捕他们。拜托，人家不过跳跳热舞，你就要逮捕人家？你在现场的话，我看你也舍不得。别的钢管女郎镜子反射的吧？这是女鬼的叫。我想起来，我在现场就闻到魔鬼的味道。这边怎么也有魔鬼的味道？哦哦，一定是因为我拍照的关系，那双腿跟过来了。哎，对不起。请问您上半身在吗？如果你有什么话想跟我说的话，你就大大方方的说出来好不好？他的其他部分一定还在跳钢管舞的地方，要再去拍照才有希望弄个水落石出。可是想起来又觉得毛毛的。亲爱的铁头大哥，我最敬爱的警察英雄，不要叫得这么亲热，我消受不起的。说吧，有什么预谋？我跟你讲，我刚想到，如果说照片上那双腿是一个被害死的而冤屈无处可诉的可怜女鬼怎么办？我们应该主动出击去帮帮她嘛。怎么帮啊？我们手上还有别的案子在忙哎。能者多劳。我们应该再去现场多拍一些，看能不能拍到那种灵异照片，有没有？搞不好又可以把其他部位拍出来啊！你自己去，我要回家睡觉。睡什么觉？钢管秀可以看呢，对不对？睡什么觉嘛？我才不要去了，多恶心啊！餐厅不能拍吧，而且也没人在拍啊。拜托，这边是我的地盘好不好？ Trust me， 我们拍照老板还会送我们啤酒，我不骗你，真的。
你拍，而且我跟你讲，你不能只顾着拍那个女孩子，你要拍到环境哦，这样才拍得到那个东西。快点呐！近一点啊，离这么远，你要去那边拍，你要去那边拍。对啦，到前面拍啊。这些符纸啊，都是师父给我用来镇妖的。来，金钩咬月饼，来来来，开牌开牌开牌。哦，我马扎啦。哎呀，李小姐，恭喜你又马扎，我九点呐、啊。感谢你这个，对不对？哇，李小姐热情赞助七万。小意思。拍谁？通杀哈，我九点。我叫拍谁哈？来来来来。下，都来，多下多赢，少下少赢哦。哎，老大，你明有一个老肉卡，你小可安排到伊度好无？因迄孙仔拢几百万，你敢输会起？赚到了五百分，警察马上跳进来了。小姐，谢谢你赞助啊！来来来，过来。刑事局在一队，我们再找一个通缉犯，通通不准动啊！警察来了！多谢多谢，哦，好佳哉，你安尼甲我救你吼，甲你共顶走。啊，若无哦，向你来警察局，我这叫上无歹规矩嘛，迄叫够衰嘞。免客气啦。你叫什么名哈？哦，我叫余自生啦，自力更生的自生。我叫李菊花啦，大家拢嘛叫我阿花啊，安尼较亲切啦。有影哦，我看你这个人袂歹，嗯，我甲你一定是有缘。已经共患难了。当然是有缘啦、啊！哎呀，什么共患难，我们还要共享福呢！哎，对了，你电话留我，来做一下朋友，少联络一下。好啊。我阿哦已经过上几啊年啊啦，所以我有交朋友的自由。你放心，交我做朋友哦，你袂吃亏，袂给你找麻烦的。有没有感觉我内力进去啊？嗯，没有。哎，怎么样？
这应该是禁止的道理。可是现场的镜子不多啊。拜托，你看，是不是现场只有两个钢管女郎，对不对？另外一个是不是在这边？那这个是谁？衣服穿的也不一样，哪来的第三个啊？鬼啦！我只是觉得很奇怪的就是，那为什么总是拍不到她的头呢？好，就算你对，那她为什么每个晚上都要去舞池跳舞？有两个可能。第一，她是个爱玩的女鬼。第二，她以前在那边工作，也是个钢管女郎。然后现在不知道她自己死了，所以天天晚上呢，都还是去那边上班。哇，那个贵服装穿得好难过，还是这个舒服。哎，托你们大家的福啊，那个余自生啊，对我印象是好极了。他认为他是英雄，我是美人呢。你跟我们哪有关系？是因为长官英明，长官长得漂亮。六月，你看这两张照片。哎呀，衣服穿得这么少，跳舞的姿势这么骚啊！啊，你们到哪照的？长官，长官，不是那一张，下一张，下一张。没有头，这是女鬼吗？王子最近常跑有钢管女郎跳舞的地方，又威胁店家让他拍照，结果拍到了这种灵异照片。王子，你胆子很大，去看钢管舞，你不怕记过是不是？怎么可能，长官？我是因为感觉到那边有很多魔鬼，我专程去拍的。长官，这显然又是一桩悬案，我们灵异特工队应该主动调查，功德无量，对不对？这是那家店的名片，不准。我一看这个女的，明明死了做女鬼还这么爱跳舞，我就没什么好感。我告诉你，你们现在唯一的工作就是赶快给我侦破这余自生的杀妻案。余自生已经上钩了，只要再多放一点鱼饵，他就会露出马脚。你们现在唯一的任务就是要配合我这元帅的行动啊！听到了没有？在那边注意我的，才不会理你。关系我自己去办，我一手给你瞧瞧。你心里在想什么？我知道，想自个儿暗中去调查是不是？小心不要被我抓到，我狠狠地 kiss 你。好像是哎，那你是扫头派欧巴桑啊？哦，那太好了！你知道特别队是做什么的？哦，他们啊，是专门破那些非常奇的这个案子的队，而且也是很优秀、很有名的队。是吗？是啊。可是我听人家说，那个队长巫婆啊，脾气很凶、很古怪耶。不会吧？我看她是很年轻、很漂亮，又有领导的能力。哪有？我觉得她是个变态的老巫婆，我真的是很倒霉才会被调到这边的吧？最希望把那吊死力撕掉，吊死力！你还有的更倒霉的，我就是那个巫婆。见到长官还不敬礼？长官好。什么名字？我叫唐诗萍，大家都叫我唐唐。我还果果呢，唐唐。我想起来了，资料上说你进了女警队以后，非常的不听话，不守规矩，记了不少的身戒。没有啦，我只是不喜欢穿制服，我怕热啊。不喜欢穿制服？怕热？哎呀，不该露的不要露，拉高一点。有什么特长啊？好像没有哎。没有特长，你敢来特工队？
哎，凡是要进特工队的人都要身怀绝技才可以进来的。你当作来这干嘛？跳 disco 的？我会跳舞哎。跳舞？对啊，我跳得不错哦。我以前打工的时候还去教过有氧舞蹈哦。你当作跳舞可以破案可以抓人啊？哎呀，你回去跟你的长官说，我不要你了，请他把你调回去啊，调回去。啊，谢谢谢谢谢谢。等等，我让你调回去，你好像很高兴啊。当然了，才见面两分钟啊，就被你 K 成这个样子，那我以后的生活不是水深火热了？还好啊，你不要我。拜拜。等等，我改变主意了，我要给你第一个任务，你要想办法给我混进这个酒店里面，打听看看为什么这个女鬼每天晚上去那里跳舞，拿去看了。然后呢，你再把案情回来跟我报告。你要记住啊，除了我以外啊，不准跟任何人说你是特别队的女警，尤其是那两个。水深火热。才刚开始呢。老板，你们这有没有缺跳舞的啊？你有没有嗑药啊？嗑药？我从来都不吃药的。你有没有翘家？有没有满20岁？你猜，先来瓶啤酒再说吧。哎，有没有男朋友啊？会跑来闹场，或者是白吃白喝啊？哎，老板，你很啰嗦哎，你老婆一定觉得你很烦。答对了，去跳跳看，你有什么本事吧？跳跳看，哎，自从钢管舞要跳已经很不得了了，外面一大堆人请我去跳呢，还试跳。我是付薪水的老板，看你值多少钱都不行啊。好吧，运动运动也好。小王啊，正好，怎么不跳了呢？两下子就够了，再看啊，要付钱。
李先生，你看啊，这厝安怎？这是闹中取静，而且这个社区的设备嘛真好哦。可是我最近并没有打算买房子。哎呀，啥物叫你买啦？我吼是要半卖半烧散，给你一间厝，要感谢讲你顶早对我的帮忙啊。老板娘来啦！老板娘。我有好消息要向你报告哎！这个社区连四栋房子，已经有两间有人要买，一间有人要租哎。啊，27号这间嘞？这间最好了，有人出价1600万呢。唔变，我已经卖去啊，多谢你哦。房出价1600万，我只卖你700万，给你现赚900万，安怎？你的好意我心里有，不过我的钱最近又套在股票里面，没有多余的预算买房子。阿内哦，我演房屋中介，像吧？对方是个老狐狸，一步棋都不能走错。李委员他也是个黄鼠狼啊，一个半斤，一个八两。有的斗了吧？我这个人哦，就是安尼啦，想法想过简单，我就是讲我安尼做，你会欢喜的。啊，我紧啦，你想看麦，看你需要什么，还是欠什么，非得吼，我一定要报答你，就是啊。你现在就可以报答我。其实我的个性就跟你一样，就怕别人对我好。我看到你这么热情。又这么温柔，我只有一个念头。袂用的，你若甲我斟酌，我就一定爱嫁你啊！自从阮翁死了吼，我就一直拢守身如玉呢。我这手除了拍麻将的时阵无说你去用光着以外，还佫唔捌有人摸过我的手呢。你若对我安尼吼，我会做认真的。很好啊，谁问你这个？有没有看到怪东西？我怎么会知道？那带你来干什么？你不是太白星君那头神牛变的小神童？那是我爸说的，我怎么会知道？要抓神棍，应该先抓你爸，搞什么嘛？反正我碰到什么事，我就这样画符、再念咒就搞定了。嘿，2500块买的，被你搞坏了。你自己来看。你的舞跳得很正哎，你知道吗？我很喜欢跳舞哦。
我什么舞都喜欢跳，我那三 D 舞以前得过冠军呢。哦，恭喜啊！哎，哪天要不要看？有空我们可以一起出来啊，一起去跳，跳个过瘾。啊，你想把我啊？你不要想太多。我是觉得你不错，我想约你啦 ，OK？ 不要想太多。啊。哎。你也喜欢用鼻子哦，我跟你讲，我鼻子也很灵哦。我们是一国的。你也会流汗对不对？我不喜欢你的味道。他的还不错哎。他的。当然啦，当然是爸爸的味道比较好啦，老欧啊的味道嘛，多慈祥啊！啊，你舞跳得不错，新来的。哎，你也想把我？跳得不错，新来的。哎，你也想把我？不会吧！不要说的这么难听，这么直接。我是在想，你这么靓丽活泼的女孩子，干嘛来这种地方跳钢管？也不想想看，人家看你的眼光，都在用眼睛扒你的衣服。然后这个地方又复杂，掉马子的、嗑药的。好了好了，谢谢。你真的有爸爸的味道哎。怀疑，任何女人都会喜欢我的味道。哎，里面都妖气冲天了，你这个小神童一点感觉都没有吗？没有啊，但是我觉得蛮香的。你嘞，铁头？哎，不要靠近我，你这么神的鼻子，不要被我熏得不灵了。说的也是。哎呦，臭臭，烂娃娃的味道哦！这个人很眼熟，王子哥、铁头哥，你们看他的衣服，跟照片上那个女人一样。我去开车，开车哪来得及？我先秀了。往右边吧。你不是跑得很快吗？以为咻一下就可以追到车？现在摩托车，摩托车在哪里啊？奉劝你不要太机车。是谁拼了老命去追他、啊？对方是鬼哎，能飞能跑能穿墙哎。那像有些人哦，脑袋坏掉还先去开车。我劝劝你，不要太汽车。哎，冲出来，冲出来了，冲出来了！我自己还没有看，我先做法哦。
我们把女鬼的脸拍出来了，又剪贴合成，再拍一张就变成这个怪样子，至少可以认得出来了。长官，我们很优秀吧？不是跟你们说过了，不准碰这个案子吗？再让我抓到了，我就记过。照片我没收。尽量没收吧，只怕他的抽屉装不下。我洗了18张。好了，别晃了，头给你晃昏了。有没有收获啊？报告长官，没有。我在里面好无聊哦，除了拿到一大堆小费之外，什么都问不出来。你以为办案那么简单呢？啊？反而是我坐在办公室里，我就可以找到女鬼的照片。拿，就是她，拿去，去查查看这是什么人，发生了什么事。拿到了小费，充公。你不要过来，你已经死了，你不要过来，你不要过来。刑事局，有没有看过这个女孩子？照片是合成的，比较模糊，但是还是麻烦你看清楚。不对啊，他在你这边跳过钢管呢。什么钢管？我这里这么多根钢管，那只是柱子，装饰品。你不老实说，晚上我带一队人过来抄你。耍流氓啊？问吧。他有没有在这里跳过舞？老实说，会到我这里跳钢管舞的女孩子，她都是不正常的，不是嗑药就是乱七八糟的，做没多久就不见了，流动率很大，我记得谁是谁啊。麻烦你仔细想一想。好像有，又好像没有。条子又来，真讨厌，干脆不要做算了。你在这边跳多久啦？我跟他都跳半年了。半年了？那你们有没有看过这个女孩子啊？怎么了？怎么了？我被他吓死了。我跟你说，大概在4个多月前了，有一天他说他心情不好，想喝酒，我们就等店打烊了，我们就在这儿喝啊。就喝了，我们两个都有点懵了，他就说他要上厕所，他就进去了。
啊，我在那边等了好久，他都不出来。我想说他是不是醉倒在里面，我就进去看呢、啊。结果我就把门打开，我就看他瘫在那马桶上面。结果我就走进去，想说去扶他。结果就发觉我后面凉凉的，我就转过头来看，我就看那个洗手台上面有个女的趴在那，好像喝醉了一样。可是很奇怪、啊。已经打烊了，只剩我们两个女的，怎么还有别人？我想说我仔细看一下，就是这时候，那个女的她就慢慢从洗手台起来，站直了身体。我的天啊！她站在那个镜子前面，那个镜子里面居然没有她的影子哎！啊，她慢慢把那个头转过来瞪我。你知道吗？他那个脸哦，白的跟什么一样，好像透明的一样。哦，我八字比较轻，碰到这种事情啊，我一定昏倒。结果等我醒来的时候，那女的也不见了，也不知道是人还是鬼。哎，你怎么会有她的照片啊？还在跳舞哎。这么说，你在这之前都没有见过这个女孩子喽？以前没见过，以后我也不要见到她。人看电视哦，是用目睭在看啦。我看电视呢，是哪看哪跳舞，这叫做吼蒙拉兼洗裤减肥啦。你电话内面不是讲你有物件要送我？啊，这是我自己包的水饺。哇，你自己人包水饺，这厉害哦！我一早就跑到菜市场去买肉、买虾、买菜，还有自己擀的面皮儿，花了我好几个钟头呢。谢谢谢谢。哎，小凤，来来来，这水饺跟你煮，啊，你是怎煮的？唔当毕姐查甫较含慢呢。喂。你想要跟我结婚？糟糕，我不能让他知道我会他心痛。我跟你滚生笑的啦，像你这样烟头，搁这个包水饺的人，嘛熟悉你的哦，那么做想要嫁你的。说不定我真的会向你求婚啊！来，我问你，你有结婚无？我才看你要变哪变故事。我是生活在坟墓里面，我跟我老婆的婚姻非常的痛苦，没有样是合得来的。天天吵架就算了，她还跑到外面去交男朋友，这就是我自甘堕落，跑到赌场去的原因。骗到比那个电视的骗局更加厉害。我再不跟他离婚，我会崩溃的。我觉得自己快发疯了。哎，我看哦，那不陪伊继续演落去是不用的。志胜，你是足可怜的，我足同情你。你又要骗人，你又要害人了。我知道我不够水，你也别惊到安尼。没事，我可能是眼花了。嗯，伊的心内未输去看到鬼，叫鬼惊着。准备下来吃水饺了。哦。
你们两个干嘛不进去啊？铁头哥说，我们进去里面以后，人心会败坏。那是因为哦，他自己心术不正，才会受不了诱惑。里面一堆的人，怎么去找到那个女鬼的冤魂啊？还不如在这里守株待兔。他都会在这个时间离开，应该也会走同一个路线。那女鬼出现之后，你觉得我们应该怎么追？倒过来，我开车在前面追，等他的鬼摩托车跑到巷子里，你接力追下去，碰到他穿墙，你也爬墙，拿手了。小陈同骑摩托车待命接第三棒。不用那么麻烦吧，我会把货从头追到尾，你们在旁边支援我就好了，好不好？铁头，其实我觉得你说的很有道理，你跑第一棒，你去开车了。辛苦了啊！下班了。对啊。那你是不是需要一个健康强壮的男人护送你回家？先绕前面去等他，小陈龙，快去骑车，下次来送你啊。怎么一个人在这里？你为什么不到舒服一点的地方去睡觉？啊？哎，我问你哈，你可不可以告诉我，你刚刚有没有看到一个女鬼骑摩托车经过？不用怕，有我在还不敢对你怎么样的。我知道你的眼睛看得到，告诉我好不好？谢谢哈。追丢了吧？拜托，哪那么逊呐！我已经知道他住哪里了，前面左转，然后再右转，再一直走到底就到了。拜托，这不是充面子的时候。拜托，是那只狗狗告诉我的啦。他说他每天晚上要看到女鬼骑摩托车经过，还在跟在后面汪汪汪的追过嘞。嘿，真巧、哦，你也住这附近哦。那我们是邻居哦，你住哪一栋？王子，我还有要紧事要办了，下次要去看你。
没事没事。没事是这样。又怎么了？没事啊，院子还不错。我自己看。自身吗？他怎么会跟女鬼住在一起啊？哼，会不会那个女鬼就是他的第三任老婆？已经被……不行，一定要混进去查清楚。怎么混？他是房屋中介，我是赌客，你是抓赌的警官，我们三个余志生都见过了。那找谁啊？不可以，万一有危险。拜托，我们就离他近一点，保护他就好了。凭我的魅力，他一定会愿意帮忙的。小姐，找谁啊？请问于太太在吗？于太太，你知道什么人？哦，是这样子的，于太太跟我姐姐是好朋友，可是我姐最近失踪了，所以我想要问她知不知道我姐在哪。我老婆不在。那我可不可以进去里面等她？不可以。小姐，现在几点钟你还跑来找人？神经病啊！你们又想骗我了？什么女鬼复活了？真的是非常悬啊，前一分钟她还是透明的，又飞又钻墙，后一分钟又变成一个活生生的人走出来。铁头，铁头，你帮我跟长官来报告一下。我今天晚上所看到的真的好奇怪，在于志生开门以前，我确定他的第三个老婆已经被他害死了。豪璇走出来的老婆一模一样，会不会是双胞胎？我查过了，于自生的第三个老婆叫何曼华，父母亲和一个妹妹都在美国，没有双胞胎。王子，哎，你在干什么？报长官，这是我朋友啦。哦，他今天晚上见义勇为，立了很大的功劳。我是想说，把他电话地址留下来啊，看是不是可以请署长颁一个奖状给他什么的。你过来，你真的看到于自生的老婆跟那女鬼长得一模一样？嗯，我发誓啊，他们是同一个人，我只差没有摸她的手，看看有没有弹性。长官也都清楚了哈。嗯哼，那你不用理他了啦，走走，我送你回家。等等，你送什么送啊？长官，这么晚了，
这么漂亮的一个女生，怎么可以让她单独坐计程车？那多危险，对不对？立正！不用立正啊，长官，你是管我们管习惯了，你怎么连人家还管？人家还不是警察？你告诉他们你是谁？我们长。大家好，我是唐世平，我的朋友叫我唐唐，我是去年毕业的女警，现在就来这边跟大家做的同事。你不是干管？那是我叫他去出的任务。王子，你瞎了眼了，居然还想调他？我一边站着。一边站着，一边站着。这下麻烦大了。原本我是在查余自生谋害两个老婆诈领保险金的案子，你们是在查出现在 pub 跳舞的女鬼，结果这个女鬼居然长得跟余自生的第三个老婆一模一样。哎，这究竟是怎么回事吧？好，我们两个案子并成一个案子办。哎呦，上次已经那么糗了，这次换你们按了，没问题。我最喜欢帮女士服务了，我去按，好吧？让她来，照计划进行。嗯，小心点。你又来做什么？我姐失踪的事，这两位警察想问你。我又不认识她姐姐，可以进去看看吗？来，这边坐，我去倒杯茶了。哎，你不是很臭屁吗？但是你盲目的侦查很新啊，先试试看他是人是鬼啊。嗯，想考我小 case 啦，我用鼻子闻都闻得出来。你们喝吧。于太太，你跟于先生结婚多久啊？4个多月。那你现在是在做什么？义工啊。我每天啊都到医院去照顾一些重病的患者，这种工作啊让我很有成就感。你的香水我很喜欢啊。这种精神很难得哦。你的舞是不是跳得很好？你们很奇怪，说好是要问他姐姐的事情，怎么问起跳舞的事呢？只是想让气氛好一点。他姐姐到底是谁啊？怎么会找到我这边来呢？在 pub 里面跳钢管舞的女郎。钢管舞？我怎么可能会有跳钢管舞的朋友呢？你们啊，一定是找错人了。不会啊，我看你的舞应该跳得很好。你看我的身材适合跳钢管舞吗？不错啊。哎呦，我都胖了3公斤了，说腰没腰的。我看不出来。哎，镜子借我照一下啦。这睫毛跑到眼睛里面去了。鬼是透明的，对镜子不感光，用镜子照一定照不出来。没关系，我还有绝招。我妈妈给我的链子，专门降妖除魔。烫的你哇哇叫。那谈谈你先生吧，他现在在做什么？我先生啊，他什么都做，只要会赚钱的生意啊，他什么。他不是鬼。嗯，不好意思，可不可以借一下洗手间？楼上，上完你们三个都走。
你是谁？我是你们家的客人，我来这里找厕所的。你不要这样瞪着我，我是跟楼上的警察来的。出去，出去！唐老哥，出去！哎，马上给我出去！你们随便闯进我家，看我怎么办！回去等着收传票吧。那你先接刑事局的传票，明天到特别队来做个笔录。为什么？我又没有犯罪。还会为什么？大家来研究看看，你以前的两个老婆是怎么死的。好，真金不怕火炼。明天我会去，把茶泡好了等我。我这个约谈根本不合法，他也知道，为什么会这么大方的就答应？因为他很清楚，我们根本抓不到他的把柄。那当然，是因为有这种拿项链贴女人大腿的傻瓜警察。哎，你说的什么话？也是你叫我去搞清楚他是人是鬼的。你有什么更好的办法？你自己来啊！这个人哦，我跟你讲，这个是阿妈给我的，专门降妖伏魔的项链，而且很厉害哦。他如果碰到魔鬼的话，他就变得比烟头还要烫；如果是碰到好人的话，就会比冰块还要凉。哎，真的吗？哎，我们来试试看，你是魔鬼还是好人，好不好？茶泡好了，请坐。丽啊，丽啊，来啊你！你怎么会在这里啊？我来做笔录的啊。你这摆你还麻烦哦，那可能真大哦。没事的，别理他们。无差别哪会用的啦？我一定爱让因了解你的做人，爱宣传才对啊。那你告诉我们，余志生是一个怎么样的人？伊哦，迄爱钱爱到哦，会杀死某去领保险金的啦。伊较早杀几个我是唔知啦，啊，不过自从伊看到我这个有钱的寡妇了哦，迄两蕊目睭摕到外金的呢。恁若阁无甲抓吼，伊一定甲我求婚，然后呢，就是甲我杀杀剁剁的。我看哦，到时我安怎死的都唔知哦。阿花，你别胡说八道。歹势，阿花是因的长官，警政署特别队的队长就是我，李委员。我你介绍下，这个呢是我的秘书王小凤，很高兴认识你。啊，哪几位？就是这个房屋中介陈立威。非得吼，阮这个特别队吼，拢把你当作是贵宾，安尼咧哄抬你呢，安尼你有满意无？余志生，你前面两个老婆意外死亡的案子，我们已经开始重新调查了。你到底到我让我问呐、啊，我都没有侦讯过犯人。Thank you。第一个老婆徐美婵溺水死亡，第二个老婆蔡小娟撞车死亡。哎，你是什么超级大扫把？怎么每个嫁给你的女人都会遇到怪事，死于非命？那要怪他们命不好。错，是你的心不好。哎，我跟你说，我叫王子啦，我只是来插花的。我问你两句啊，就把你还给他们了。啊，哎，坐过去一点，坐过去一点。第三个老婆长得不错嘛，哈，是跳钢管舞的，对不对？而且跳得很棒，哈。
你认错人了。没错，我亲眼看到的，就是他，林雪莉。他已经变成鬼了，每天晚上都还去 pub 跳鬼舞，每天晚上跳完舞呢，就还会再回你们家。我只是搞不懂哦，为什么他明明已经死了，为什么那天我们去看到他又是一个活人呢？他怎么死而复活的？你一定知道的嘛，对不对？告诉我好不好？说一下嘛，人家好奇啦。不想讲哈，没关系。我最喜欢玩拼图游戏了，而我们这个特别队的成立呢，也是专门为了对付你们这种妖魔鬼怪。我们会把证据一块一块的拼出来。这个照片的幽冥鬼会帮我们。嘿，唔呐唔呐，安呢？你知影鬼是安怎，佮会重新调查这个案无？迄是因为你较早迄两个某吼，来甲我哭来甲我闹呢，才会引起我的注意。这叫做啥，你知道？鬼报案，没错，你完蛋了 ，Trust me。变成鬼爬起来抓我们呢、啊、他会不会爬起来抓我们呢、啊、他早就死了，有我在什么都不用怕。有人来了，现在已经晚上十点了，对不对？嗯，他已经被我们问了六个钟头了。你有没有搞错啊？我的老太婆都没喊累，你累什么？不是啦，我是要提醒你，他怎么好像被我们问得很爽的样子？你想想看，我们又没有正式的约谈通知，他大可以不甩我们拍拍屁股就走人啊，不走，留下还聊得这么愉快，你看会不会有问题？什么问题？我知道还问你，长官。警务中心通报说，于自生的老婆林雪莉在十分钟前被车撞死了。
那个机车骑士看到他被撞死了，肇事的车子逃逸，来不及看到车牌。对哦，味道不对。你在说什么？缺了一种味道，缺了血的味道。如果车祸的话，一定会有血嘛，对不对？也有可能是内出血啊。如果是内出血，我也闻得到。 我闻到那个味道很怪，我为什么不能进去？我老婆被人家撞死，我为什么不能进去？待会儿会让你进去，请你让我们先做现场的勘验。验个屁呀！让开！ 本来要带我老婆去看电影的，是你们的无聊，是你们的无能，叫我去做那些没有意义的评论，才会牺牲了我老婆，是你们害死她的，是你们害死她的，凶手！ 是什么时阵对我遐尼有兴趣，还佫徛伫遐咧陪我？ 你都无咧水面个，我佫较那无行情哦，我也无可能去介意你。阮是咧等你的验尸报告啦。人拄则送来，就要有结果。你当作我是？啊，你唔是真敖真巧，等一下我看卖啊，真敖讲哦，看即个人是安怎死的。长官，我劝你不要对杨法医考试啊。 他还可以用摸的，分开两个死人的骨头。他还可以用闻的，就知道一个人怎么死的，厉害哦！哎呦，哦，讲的较紧的啦。我叫伊甲我讲一个安尼灵异的案件，给我一个，别说那个要怪伊吧，同款。这尸体已经死透一个月啊！哎，你是哪位呢？发音都袂准，才死一天。 我讲一个月就是一个月。那死因是不是车子撞击？绝对不是的，你看这个肉就知影，这个肉是经过冰冻了后才过退冰的。车弄到的是退冰了后的代志，真正死因哦，就要等我解剖了后才知影。 啊，这种怪事啊！啊，为什么这马仔坐在那边？长官心情不好的时候啊，就喜欢躲在山里面。我糊涂了，你们哪一个聪明的，可不可以告诉我，这到底是怎么回事？李代桃僵。如果想象力丰富一点，试着编个故事给你们听。余志生一直有着同伙在帮他执行杀妻的工作。 这也是每次老婆死的时候，他都有不在场证明的原因。而其中有一个同伙是女的，有一天他们在 pub 碰到和那个女同伙一模一样、长得很像的女人。他们自己人去办了公证结婚，然后自己人又去投保了巨额的保险。当然到最后要杀妻的时候，不可能杀自己人。
倒霉的是那个不知情的钢管女郎成了替死鬼。我连起来了，也许他们想要去劫持那个钢管女郎的时候呢，一不小心提前杀了她。只好把它先冰起来，等到适当的时机再拿出来，以待桃僵。换句话说，倒在街上的那个女人，并不是于自生的第三任老婆，她已经放在冰柜里面一个月了。而那天我们在于自生家里面看到她的老婆，其实是她的同伙。怎么样？我很有想象力吧？王子是不是很聪明？胆子实在太大了。于自生居然敢利用我们征询他的机会，做不在场的证明。我问你们，弃尸这种事，一个女人可以办得到吗？比较困难。这表示他很有可能还有第三个、第四个同伙。我最恨这种人。你们一个一个去给我挖出来。我把哀怨的笑容雕成观音的脸庞，只要闭上眼睛就会浮在心头。我把爱